柜都不开了，门口都点亮了，你看那又出些鬼来了。土地，你想买地，向哪里走？那块地是得赚一多钱啊！这么多地，为什么偏偏要买你家那块地？那你家人现在都住在哪？死了，像我妹。阿帕雷，我跟爸可能会离婚。怎样？要我帮忙吗？找女人回越南啊！学校打来说，在阿帕雷书包里面收到 K 他命。我爸就是被这个害的，我不希望你跟我爸一样。上次来纠缠你妈那个外人还有来吗？要是我爸哪天带个死小三回来，我也会很不爽。那要是你妈呢？雪，如果我跟你说，我就留下来。你地球当你这么干吗？啊？我用永远的喇叭皇后啦！你没看到他们是怎么不留后路？你没看到他们？什么告别了？你在讲台词哦？妈妈是不是很久没有跟你说我爱你？周庭曼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哦，平安后，那要紧，好不好？